作品爸爸，干嘛？我们来玩，我们换一个，我们换心理病院。当然是不。哦，我发现，如果我跟你玩那个，好像不是很刺激，要跟你玩心理病院，那真的让我吓到好多次，没关 系，那真的好，会吓到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是心灵废墟，我还没灌，好不好？所以这就代表什么？我还没开始玩过。好，我先拉画面给我们的刘英，大大，因为我有，觉得我欠他很多，所以他说什么我就玩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安装我们的心灵废墟。你好像很嗨耶。我露了一个很嗨的脸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拿好你的食物，还有你的饮料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没有开始。我去拿饮料。好。算了算了，还是先看你玩。那就他回来就说已经结束了。好，如果各位在游玩的时候发现声音太大太小，一定要跟我讲哦，不然我绝对照顾不了你们哦。然后他也在更新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这款心灵废墟，脱出，哦，好。应该是脱衣服的意思，什么？希望是有这种东西出现。好，果然要拉视角了，这个你要拉是，视角，对，要拉视角，直的，要拉直那是的。直的，不好意思，觉得哎。应该不会很难，真的，那、no, 在3点真之前的，可以破完，是不是？3点。还是太低估我，还是太高估我自己？我跟你讲啦，你不到1个钟头应该就会付完了，真的，我这么厉害啊！可能啦，看你怎么玩。我觉得这个不难，是个我不要难推荐另的。外一个，那个才叫难。因为我那时哦，候我跟同没学有，今天就看那个，这款啊。没关系啊。如果很早结束，对不对？哲平再拍一个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可做以，好，快点打加一，那打我一加定要一。卡关，卡关，再卡关，怎么有这种人啊？我一定要卡关。怎么有这种人啊？刘英好嗨哦，对啊，我最近，因为压力很到底大。算是，不晓得算是压力大还是怎么样，就是啊，一口气暴怒了，暴怒。对啊，有一种很愤怒的感觉。好啊，玩游戏给你看啊，麦克。哦好，哦哈，嗯哼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相信这个画面一定很小，所以呢，我看一下这样的比例，大家 OK 吗？OK 的话就 OK 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玩游戏喽。你有意见吗？虽然我观众好像只有一个，是晶晶。好，汉化专家、汉化组陈毅出品，破解 Pluto，翻译然后七夜等一沉默，下，美工 Everhood 测试尼诺米跟 Chem。好，我如果觉得我被吓到的话，我会很感谢他们的，好不好？感谢他们都尽量出事情。怎那么要变大。又出现？又要重拉画面？没有，还在。好，画面没事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本游戏含有暴力与恶心的内容，哎，各位还没18岁的小朋友该睡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就一哪有进去啊？就那开始不尖用叫。啦，不用。这个只要有12岁以上就 OK 啦，真的。然后我就当机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有没有搞那咋办嘞？啊，他应该会到下一幕才对啊！你是宕机了吗？宕机了！哎，没有，我听到声音了哦，看来好像 OK 了。等一下哦，哎，你看，又重来了。汉化专家，OK，没有弹出来。然后再跑出来，你就等他一下吧。哎呦，我觉得还是，好吧，算了。
那你下一次就玩那个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恐怖了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我觉得已经很恐怖了，你没有觉得他一直不出来就很恐怖吗？哪有啊？又不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。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呢？泽平做了什么事情？你一定是今天做太好了。为什么不能玩的？那我们只好换一个游戏。哎，开始！不要点掉！我笑到飞起来了！好烦啊！因为他在唱歌，调一下音乐，别大声。你说游戏里面吗？对啊。哎呦，那很恐怖，你要戴耳机玩。我戴着耳机没错啊。好啦，那为大家介绍的今天这款是一个手机解谜游戏哦，它叫做《心灵废墟极限脱出》。脱出是什么意思呢？应该在大陆的逃脱的意思，好不好？然后这款游戏有推荐的东西啊，如果你胆小就不要按，像我很胆小，所以我就不会玩推荐，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款手机游戏的恐怖游戏，也是最后一款喽。啊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请到了这个委托人，叫做刘英大大。刘英大大是谁呢？他姓刘，名颖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请你问他吧。不要问我，我不晓得。好啦，别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，那你为什么想要推荐我玩这款游戏呢？就因为我就乱逛，然后就觉得哎呀是恐怖解谜耶，然后玩了就给安啦，然后我说那就找一个人再拖一个下水，就是然后就想到你了，哒啦，有点可怜。然后这个作者他还有其他相关的游戏，也是一样是恐怖解谜，他好像是他第一部吧，第一个作品吧，第二个他那个女生就是什么？它会动，它就是那种好像有点3D 那样的，会有动态，头发会飘飘的。哦，好，这是作者的第一款。什么？没有，我们今天不就介绍这个的封面而已吗？啊，怎么可能？好了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Here we go。噔噔噔噔，第一张法黑尔就是逃猫的意思。心灵废墟极限逃出玩法，记住基本操作，快点从废屋逃脱吧。通过点击调查在意的地方，选择道具进行使用。再一次点击选择中的道具，可以查看道具的情报。左右的光标可以移动楼层，下光标可以变焦距与取得情报表示。这是我们吗？所以这是我们啊？这个不是。那他是谁？他是我女朋友吗？对啊，泽平的 girlfriend。这么好。所以这是按叉叉是不是？还是按玄关？按玄关吧。按叉叉才对。按叉叉。按叉叉，对。然后就开始了。刘恩身心四处吸演戏背。Tap 第一张法，我要干嘛？你就开始去探索咯。这边等一下会跟你讲，他会跟你讲一些事情。结实的门感觉打不开这个洞，这明就是我们啊！你在那边闹，不是不是，这是陪你的人。哦，这是钥匙孔哎。对，钥匙孔。在屋里找找有没有能放进这个洞里的东西，洞里。哦。脏啊！哦，这左边这是哦。厕所离我这么近，然后这边有门。你想骗我？你以为放这样我就会被吓到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并不是这个原因。你点呢？点那个红色指标会教你刚开始怎么用。这个好 tap 吗？先点，你点它的方向那个地方，就是下一个对、这个。然后看到一块球球，水晶的珠子的样子。就是、这个是不是？我不要拿人头好不好？很恶趣味。很正的，你看超正的。我靠！不自然的长发，地藏嘛，感觉有点恐怖，是蛮恐怖的。啊，怎样？不能拿他头、啊，烂。
然后有啊，他有给你说明啊，他红色箭头在哪里，然后再点他头发，点他就对了，光头。然后这个就是你拿到了第一个钥匙，你收集到他的头发。什么东西跟什么玩意？然后嘞？然后就去刚刚那个有洞洞的地方。生。好，第一章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拜拜。等级的呢？安上了十个全都，好了。好，然后宕机了。没有，他会这样子，等下一张，然后再按下去。哦，所以第一张就是发，就是那个头发的意思啊。对，然后他会开始跟你讲，第二个是要找什么东西，你就再去找猪猪。啊、简单，你进厕所嘛 ，NC 嘛。屁啦，你要流血啊！这个吧，血，你干嘛挡住这边？那上边好像有什么，攻不到。哪边上边？你不要一直眨眼睛，你怪怪的。真的，这个角色他这个眼睛，那个你的 girlfriend 他眼睛就一直眨，很奇怪。接下来你要去找，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一个，就是他刚刚给你看的猪猪嘛，然后找一些能用的东西。你觉得哪些可以点的就点啊，找到一个。我刚刚明明就点这个纸，我就拿到梯子，不知道为什么游戏设计。然后梯子刚刚在左，没有梯子在左边，你刚刚就点到了。台阶被板封锁着，上不了二层的样子。要是有工具破坏的话哦，我可以把你丢去破坏。你可以看这个女生讲话，她有时候会提示一些，就跟刚刚一样。她刚刚不是说什么够不到吗？要不然一直玩她啦。她不是会提示吗？不是这边的，你要每个地方去点。你看、oh. 她这边有，这边就用梯子嘛。我真聪明。然后。你是那种不能看上边哦哦，里面很多的画面，水龙头的把手，哇！我开始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哎，怎么有这种人呢？有这个话，水道可能就可以用了。哦，我们来去厕所，这个吧。在录，没有把手这样就不能拧了，来。给你把手，来了血爽，然后有怎么办呢？血，怎么办呢？浴室这里不想打开，为什么？这边，对，那个画面可以拉过来一点。什么画面？那个现在游戏的画面可以再拉过来一点嘛？就是哦，拉到你现在录影的话，对，再拉右边一点。可以吗？这样、哦。哎、欸，好，怎么没有？好像没有动。好，没关系吧？还可以看到。我找到水晶球了。我真的太强了。这、欸、跟你的游戏很快就结束了，真的。这是红色曼陀珠写的水晶，好了，安到门上去吧。好，来，我们安装门。写。血流，哎、欸，我好聪明哦！血流太好了，安上继续加油 ，OK。我不晓得是因为汉化版的问题，那好像我看到只有玩到一个有脸的，然后我玩日文版时，还有一个阿嬷会站在那边夹你。真的、哦，太好了。这读取真慢，然后嘞？然后你就按啊，反正就按那什么，继续什么，就等下一个画面了。一样，刚刚那个画面。好久、哦。宕机了，不要啦，不要宕机，你要有给他耐心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跑那么慢啊？宕掉了，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跑那么慢？不会不会，你大家就直接从第二关开始。哎，不对，你这边要先跑完才行啊。太夸张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断掉？是容易。还是你要玩日文版的？啊，不要！日文版就会有一个阿爸脸跑出来。我觉得中文版比较仁慈。
你重开一下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会挡掉？不知道。有点难过。因为开录影程式，然后又加分享画面，可能就比较大。哦，那要不要我直接去那边啊？就是看你玩就好了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我大概就卡关卡到明天嘞、欸。会啦，真的不会，我会在观众台那边默默的支持你。你刚不说你很厉害吗？刚那不是都掉好不好？没有吧？我是不是还没给你网址啊？对啊，我刚才在等你。好啦，给你网址。给你网址。哦。嗯。哦。我来点点看。手机可以看吧。看到了，又从写开始了，背起来有梯子，然后梯子，然后去流血，这边可以看他小哭哭，还是你把分享画面关掉，然后我就开始在那边看你玩了。好啊，这样可是这样你会慢很多哦。没关系，我听你的声音就好，然后我把它推出去。啊，有人跟我讲愿意开台了。什么？有人说优异开台了。真的还假的？完了，那我们去看优异吧。哎 ，what？ 不行。哦，好快好快，果然有问题。应该就是刚刚分享荧幕画面问题吧。第三张口、mouth 嘴巴，要接吻了吗？要接吻了，然后亲着屏哦。哦，太好了。哦，没有脸的女性人偶感觉会动起来一样，就没有嘴巴，所以一定是要她的嘴巴，这个我看得懂。来跟你的观众说，然后用最哦用生锈的菜刀，然后割她嘴巴。我好聪明，啊、哦、不是哦，好咬你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耶，他在动哎，你没有点，你要点他，点他啦，然后对，再动他嘴巴，你不要想骗。我觉得这边一定就 OK 了，你不要想骗。好啦，那你就往后面看。我说的不是那个，是真的会有一个东西跑出来。只是我有点不敢看。没关系，大家听到扯平惨叫，应该就知道有什么东西跑出来。听说这游戏还有照片可以找。哦，我一直在那边心跳很麻烦呢、欸，没办法，没有找到阿球球。哦，找到了，找球球。嘿嘿，找到球球了，你就给我闭嘴！我太聪明了，我根本小看不了我。嘴吸食，吸食。嗯。哇。哇！安安，我已经都快破完了，你们才来，要下界关游戏哦。有十个哎、欸。这个难不倒我这个天才的，可是当机。不要！
会宕机了，搞毛啊！不给力哦，真的不给力。这时候我先按这个，先按。Belinda。Belinda。哦。忍者ハトリカニと名前は三条。有人订阅我啊，又断掉了。还是我要关掉 Skype， 那样子就看你玩了，真的只是看你玩。不要，我要让你，我要先从你那边听到一些提示，我就不会去按那些可怕的东西，这样我就不会叫了。好好，这边有点到什么东西可怕的，这真的是直接蹦出来的，这是随机的。好，那我先来关 Skype 了，我来跟观众玩。不要，不要。不要站哪帅不要你们全都给我去看 Yui， 不要来看我，我自己把它破完。我去跟 Yui 讲来看周黑。不要哦，又要从用嘴巴了，真麻烦。看看你，对啊，我觉得还是关 Skype 好了，那样子可能跑得比较快。你可能开太多了啦，直接速破。那，我先把你的这通电话挂断了。不要，刘一，不要走。刘一大大要那个了。刘一，不要走。为什么刘一关？对啊，为什么关了？为什么？不然。好，那就靠你了。我先关掉了。No， 不要，又有一颗球哎，怎么水晶都在这啊？头，你的头吗？不是，你的头吗？不是，难道是我的头吗？哦，柴刀。对哲平应该讲，应该不是很恐怖。要玩那个心灵病院那个才比较可怕。那真的是我点到东西，突然就蹦出了下午。搭话的时候不要老是一戳一戳的，吓死人了。你这么漂亮，那就戳一下，我去睡一下。很多每天都在睡。都乱摸他。哦，我们刚刚不是有拿。不是说这边被用起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用柴刀破坏的样子。啊！我真的太聪明了，要上二了。柴刀就这样断掉，也太烂了吧！那我先看你玩喽。哦，看到头了，不要！不行啊，那样子你都知道了，那我要关掉了。我觉得这个地方你应该已经都到第四章了，我相信你后面可以的。爸爸去玩 Always， 我早就玩过，你别想骗我。这边你来，你再把我抠进来，我再进来看看。我先挂断了。不要，我一定马上抠你。挂断，看，一二三，拜拜。不要，他怎么就这样挂了？马上打给他。不要。